好啦，迎接部分咧，我哋再睇埋呢個 variable 嘅名稱。咁啊，不嬲，我哋用開 x f(x) 對 x square。咁其實我哋想佢寫 a 都得嘅 ，f a 對 a square，f b 對 b square， 都係同一個 function 嚟嘅。咁呢啲名咧，啲 variable 咧，咩 a 啊、b 啊、x 啊或者 y 都得嘅，其實 f y 對 y square， 我哋叫做 dummy variables，dummy 傀儡假嘅，其實亞位嘅啫。你叫佢咩名都冇所謂嘅，其實任你噏嘅啫。